开心吗？开心。走吧。阿姨，那个胸针是我的。小朋友，你搞错了，这个胸针是阿姨的。是我刚刚掉在这里的。晨晨，怎么了？爸爸，阿姨捡到我的胸针了。先生，您孩子好像误会了。误会？调监控吧。什么？让安保介入，我们都节省时间。这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凭什么陪你浪费时间？今天是我孩子生日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如果你再纠缠下去的话，我就要报警。巧了，今天也是我女儿的生日，我也不想我女儿不开心。妈妈，你再纠缠的话，也别怪我报警。轩轩，走吧。站住。莫名其妙。晨晨，你在这里等爸爸，爸爸马上回来。帮我看一下孩子。好的。何亲，帮我查个事情。爸爸骗人。嘴巴里东吃完再说话，很急。嗯，我一会儿资料发你邮箱。你之前说的，我五岁生日时候妈妈就会回来。妈妈她拯救世界的任务很重，刚刚给爸爸打电话了，说她今天要加班，没赶上末班车。那明天会回来吗？也许吧。妈妈会给晨晨过生日吗？带比这个更大的蛋糕。会的。爸爸吃。甜不甜？嗯，很甜。的时候一定会像哪吒一样的，咻咻！许个愿吧。嗯，谢谢小白小怪兽，拜拜。小怪兽算什么呀？我们萱萱小公主一拳就能把它给 KO。对，一拳。那萱萱也要多吃小蛋糕，才更有力气的。我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魔法要完。等等啊。我好吃。嗯，可是蛋糕好吃呀，我们要吃了药才可以吃蛋糕，对吧？嗯。好，我们切蛋糕吧。哇，好开心。粉色的小蛋糕给萱萱吃。谢谢妈妈。乖。明天就要去新的幼儿园了，萱萱开心吗？我萱萱会想以前的小朋友的。新的幼儿园呢，萱萱会交到很多新的小朋友，而且新的幼儿园有干妈在哦。嗯，那萱萱就开心啦。来，我们吃蛋糕。干杯。
那个女人为什么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胸针？谁家的小朋友过生日啊？看我给他带什么礼物了。那晨晨是不是因为这生日没过好闹脾气了，回去睡觉了？是不是又喊着找妈妈了？我说你啊，你能不能就算为了晨晨，你去跟人家姑娘见个面？你说我介绍了好几个，哪次不是让你给放了鸽子？少操心，对您身体好。您也知道，您这病不能动气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我这心脏疼，这就抽抽了。哎呀，好好。哎，哎呦，左边也疼，左右都疼。哎呀，哎，不是，你能不能找个姑娘结了婚，别让爷爷跟着你着急上火的了？还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吗？没有合适的，长得好、家世好的，你嫌人家个子高。工作好、学历高的，你说人家近视；好不容易有一个继承家业、方方面面都优秀的，你说人家什么太白了、不健康？你现在连找个借口都不走心了。说白了，就是没有喜欢的。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就怕我提的条件接受不了。早点睡吧。你站住！你说，你敢说我就敢答应。